然后我们来看啊，第一个啊，计算它的标准体重啊，等于一幅刮弧一七啊，假设是等于男生啊，等于男生逗点，我们要计算它的体重 run up，因为它需要取无条件进位的 run up 啊。身高减掉标准体重，然后嘞乘上0.7，取到整数位数啊，所以我们认识逗点零。否则的话啊，就是把这个公式我们直接 copy 过来啊，copy 到后面啊，copy 到后面以后嘞是变成 G4 啊，F17 减到 G4 啊，那这两个呢都要加上所谓的绝对值啊，绝对值，比方说。它是啊，绝对值的，算完以后，哦，少了一个右挂号啊，不好意思，这边少一个右挂号啊。算完以后呢，再按住滑，在 H7 储存格的右下角按住滑鼠右键，滑鼠右键往下拉，啊，拉到 H16，然后选填满但不填入格式，就算每一个人的体重啊。